风靡美国、英国、日本等多个国家的韩国顶级街舞剧《爱上街舞少年》的芭蕾女孩，昨晚在北京世纪剧院首次上演。激情的音乐、劲爆的舞蹈在现场多次掀起了高潮。爱上街舞少年的芭蕾女孩融合了经典芭蕾、时尚劲舞、摇滚乐、嘻哈文化、魔幻惊悚等诸多艺术元素，讲述了一个芭蕾舞女孩与一个街舞男孩相遇相爱的浪漫故事。不同背景、不同际遇的两个人，两条属于不同世界的平行线，男孩和女孩因为舞蹈产生了矛盾，继而又互相产生了美好而又纠结的情愫。整场演出没有一句对白，全部用舞蹈来演绎。演出中，舞蹈演员跳下舞台与观众互动，掀起了全场的高潮。跟一般的那种演出不太一样，台下台上都融为一体，挺好的。对，我们觉得来了像我们这种岁数大比较大的人可能不太喜欢的，没想到气氛那么好，一样跟着这么互动了，我觉得真不错。2010年冬奥会即将于2月12号到28号在